华，兰华，哎，来啦来啦，哎呀，这是谁呀？咦，大力，兰华，你咋来啦？我接你回家过年了。咋了？俺不是给你去信了吗？过年俺回不去。咦，你要不写信，我还不来嘞。为啥？你说你过年回不去了，你又不是执勤的解放军，你又不是值班的工人，一个保姆跟人家洗衣裳做饭的，还冒充革命工作需要来呢。那郭大爷刚出院，孤孤单单的一个人，扔下他俺不放心。那扔下我你就放心？你说咱俩结婚才半年，新房还没暖和热了，你就出来打工了，好几个月都没见面了。我年轻无所谓，俺爹俺妈想媳妇想都受不了了。咦，你说你自己想不就中了，俺还不知道你那点出息。兰花，干啥？俺想跟你对个活。我就知道你要弄这。嗯，有人哪儿？吓我一跳。真有人。这是谁呀、啊？郭大爷呗，还能有谁？咦，郭大爷也是，你早不咳嗽，晚不咳嗽，到这个时候咳嗽。哎，兰花，嗯，活还没对着嘞，接着对。兰花啊，来给我对个活。怪不得不想回家了，这儿找着对活的了。你瞎说啥呀？郭大爷，啊，你又想抽烟了吧？啊，大夫说了，不让你抽烟，不许抽啊！中！吓我一跳！哎，中！郭大爷是咱老乡啊？可不是呗，说话可方便呢。是。兰花啊，你在门口跟谁说话了？跟一个买白菜的。咋？哎，兰花啊，一会儿街道要给咱们送白菜了，你不要买了啊！啊！你咋说我是买白菜的？俺说你是俺丈夫，郭大爷非得让俺给你回去不行。那不正好啊？啥正好？俺走了，郭大爷咋办嘞？我跟你说啊，进屋以后约法三章：第一，不许说你是俺丈夫；中。第二，不许说俺是你媳妇儿；中。第三，不许说咱俩是两口子。这不一样啊？一样就一样。走，进屋吧。走呀。兰花，好几个人见面。哎，松手。啥？呀，松手。哦。这个买白菜的跟着你干啥呀？买白啊，他不是买白菜的，他是俺的一个老乡。你说话呀，俺俩不是两口子。来抽烟吧。咦，我不会抽啊。他不抽烟。不抽烟。哎，我刚才听你们在门口老说对活对活的。他名字叫对活。哦，对活啊，对活，对活，叫你嘞，叫我，叫你，哦咦，我叫对活，来来来，对活啊，你坐下啊，我说对活啊，郭大爷，这名字咋真别扭呢？找老花有事儿啊？对，找，哎呀，没事儿啊，没事没事啊，他是来给俺捎个口信儿嘞，对，是家里边让你回去吧。哎呀，我早就说了让你回家过年嘛。哎呀，不是不是啊，家里边说了啊，不用让俺回去了。不用让你回去了啊？哎呀，你这刚结婚半年多，那恁爱人就不想你呀、啊？他一点都不想我，对吧，对花？对，他爱人年轻无所谓，他爹他妈想媳妇想的受不了了。他爹他妈笑得受不了了，你这个小伙子还没结婚吧？你还体会不到啊？俺丈夫说了，让俺呢陪着你老人家过年。他那个人呢，心眼可好了，特别厚道，特别会关心人。你说话呀？俺俩不是两口子。哎呀，你在这搅和啥了吧？三哥，郭大爷，白菜来了。哦，知道了。郭大爷，对活。咦，啥事儿啊？抱白菜去。咦，我以为让我对活嘞。兰花啊，你过来。兰花，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。啊，我看你这个老乡对你没安好心呐。啊，
他老是对你眉来眼去的，我看他老想对你动手动脚呀、啊。郭大爷，他可是个好人。好人啊！郭大爷，这白菜放哪儿啊？哎，你就放在门口吧。行，兰花，你说放哪儿就放哪儿，我的好兰花。大哥，这像个好人吗？这兰花啊，你出来半年多了，你得多个心眼儿啊啊！你也了解他不了解啊？俺俩不是两口子。对嘛，这还是不了解嘛啊！人心隔肚皮，你还是得多放着点啊，不能再给他好脸了。你笑啥了？你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。郭大爷，这白菜都放好了。耶，看你累得这一头汗。一头汗，俺也不给你擦。咋了？等会儿，郭大爷，等会儿啊，你搬白菜辛苦了啊。没事儿啊，这100块钱你收下。这是干啥？买个火车票就回去吧。你一路平安，俺回去哪能用你的钱呢？俺走了。我上哪儿啊？兰花，哎，你咋又回来了？没事儿啊，兰花，咱说点事儿，走进屋。赶紧进屋。你站住！我跟你说，兰花可是个好闺女。你不要在这纠缠他，这大过年的你别弄一身伤。郭大爷，你不知道啊。你别说话，我过来的人我啥不知道啊。你出去。你郭大爷你别开玩笑。你出去。你干啥呀、啊、你。你出去。干啥呀、啊、俺大老远的看看俺媳妇跟他多说两句话不信了。啥？是恁媳妇儿？你不相信你问他是不是。俺不是。他说不是。我一看你早就看着像在那占便宜了，我一看你不像个好东西。兰花，你别叫他、哎、不是郭大爷，你别叫我。你干啥？你再说你，我就揍你。郭大爷，他真是俺的丈夫，他叫高大林。你不是说他叫对活吗？哎呀，这对活那是俺小两口开玩笑的一句话。干啥、啊？对活呀、啊！不，大林呐、啊！来，你看看这大爷认错人了、啊！哎呀，把你当了坏人了！没事儿啊！哎呀，你看你这个小伙子呀、啊，这猛一看呀、啊，不像个好东西啊！可是越看呢，就越像个好东西啊！哎呀，你看这个孩子长得啊，长得这个确实。啊，确实没有啥严重的缺陷呐、啊。哎呀，兰花啊，你咋不早说呢嘛？啊，我明白了，大林是来接你回家过年，你不愿意说是不是？哎，你这个闺女呀、啊，快收拾收拾，跟大林回去吧。快走啊！你听见了没有？你再不走，我就生气了。咋了，老花？刚才说的好好的，咋哭了？老花，老花，都怨你！我不让你说，是俺丈夫，你偏说，计划全让你给打乱了。你我不想说的呀，可是郭大爷，老花啊。快点跟大林回去吧啊！大爷没事儿，你放心啊。大爷，俺能放心吗？你刚出院，大夫说了，身边不让离开人。你孩子在国外回不来，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，衣服谁洗，肉谁炖，饺子谁包，孤孤单单的，你可咋过这个年嘛？大爷，俺虽然不是你的亲闺女，可你待俺比亲闺女还要亲。俺能扔下自己的老人不管吗？好闺女，兰花啊，你这是跟大林刚结婚，这是第一个团圆年，小两口不能分开啊。
郭大爷，别说了，兰花，你过来。这是俺爹给你带的，这是俺娘给你带的。那我就一个人先走了，你陪着郭大爷好好过个年啊。听话，郭大爷，我就先走了。兰花陪着你过年没事啊，你老多保重，我给你拜个早年，你老万事如意。大林，你回来。兰花啊，回来了。大林呐，你也回来。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啊？大林呐，你要是不嫌弃我是个累赘的话，我跟你们一块到乡下过年中不中啊？你说啥？不行就算了啊！你太好了呀！我这几十年都没有回过老家了，我正想回去看一看呢。赶快收拾收拾，还能赶上火车。郭大爷，太好了！现在农村变化可大呀，空气可新鲜，哎呀，可热闹，还让放炮啊！是啊，那咱们准备准备吧。准备啥？家里啥都有啊！哎呀，快走啊！大林呐，兰花，哎，那咱回家过年。对，回家过年了。